算啦，你就爱保庇，保庇好阮阿丁会更精神起来吼。你精神来哟、你要讲啥物？慢慢来，慢着急，慢慢来。你要啥哩哟？来，最后的，来，你写一只。我唔捌你吼，我现在叫护理师我讲话听。昏去啊啦！哎呦，这陈恩，陈恩，恁爸爸是啥啥物？我想啦，我爸讲伊会看。可能是棉被较薄，我等下替伊换掉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可是讲哦，又搁咧讲菲菲安怎哩？阮爸甲你讲菲菲的代志，所以伊毋是头一届精神啊。无，顶回来看伊，伊就精神啊。伊是甲你讲菲菲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无啥代志，伊就干那讲菲菲。变派，我唔知这什么意思啊！那呢，除了菲菲变派，伊敢够甲你讲啥？无啊，阿辉有甲我讲啦，伊讲啥物？因阿姑吼提醒伊爱修理轮椅啦。啊，你慢慢想想者。我是靠着阮爸今麦阁倒嘞，心内真艰苦啦。那安尼想，你都唔通一直在做歹，爱学好，卖让恁爸爸为着你安尼烦恼。我知影，都是阿妈的提醒。安尼，你好好照顾恁爸，我袂来走。我送你啦。免啦。迄个害你的人，我以后比死更加痛苦。